态性行是指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，我们不能让鲤鱼潭水库的外来鱼种危害了我们的原生鱼种，让原生鱼越来越少，甚至濒临绝种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，不要让鲤鱼潭水库的原生外来鱼危害了我们的原生鱼。我们要劝告宗教团体，不要随便放生外来鱼儿，以免外来鱼儿越来越多，水库的原有鱼儿越来越少，破坏了水库原有的生态。我们要请喜欢饲养观赏鱼的民众，不要随便把鱼儿放进水库，以免会造成水库的鱼种越来越少。我们有一个美丽的鲤鱼潭水库，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，这是大家的责任。